香港投资移民3000万港币的净资产审查是整个计划的重要的一环。申请者必须在申请前的两年间，以持续不间断的方式持有这笔资金。高端客人资产众多，这资产该怎么合规的证明呢？资产一，银行存款。最直接的证明就是银行账户的月结单或存折，或是银行发出的证明信存证款。资产二，证券债券及基金。股票市场的资产需要提供证券账户近两年的月结单，或是证券公司发出的证明信，开设账户时签订的合约，也可以是股票公司证明公证书，详述账户过去两年的资产总值及负流水账。资产三，房产。需注明房地产拥有权的土地注册记录、房地产权证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、按揭合同、买卖合同，也可以是或香港执业会计师接纳，并由估值师发出的估价报告书。资产四，公司资产。可以是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验资报告、最新打印的工商局信息中心登记记录，或者审计师报告。其他资产，资产如非在公共交易所买卖，亦需要或香港执业会计师接纳，并由估值师发出的估价报告书，或者是可证明资产市值及申请人绝对实益拥有资产的文件。准备好以上申请文件，便可交给专业的移民公司为你安排专业会计师，准备符合净资产规定及投资规定的报告，那就事半功倍了。